陈震，儿子，你可算来了。抱歉，路上有点堵车。没关系，辛苦了。你愿意跟爸爸回去吗？爸爸，妈妈说你犯了错，但是老师说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，我愿意跟你回去，给你打气。好孩子。 万一，谢谢你。好了，赶紧走吧。你也保重。晨晨，回去之后要听爷爷奶奶的话，有空要跟妈妈视频。妈妈下个月就回去看你啊。妈妈，我会想你的。 时间差不多了。